黑云林二六年的艺术家廖义松，本旦在北埔做天路通发的条路，因前不堪人故事，佮重新思考人生，去到被西班牙合法古典化。2019年转到家乡过后，开始画田中下的景色，希望大鹏作品来完配家乡云林。田球、萝卜、荷包，对体重下的人来讲是平凡的日常。不过，生在出外种人无法度填补下的故乡。今年47的廖义松，3年前对巴西龙南艺术学院回到故乡云林，就拿起画笔开始画故乡的风景。这些乡村的风景，其实很神奇的是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对于住在这边的居民，他们可能日常习以为常的这些风景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是做梦梦到会哭的那一种，或许这就是游子的心情吧。除了本身的油画创作以外，伊嘛可以发射本有兴趣的人嘛做得来完成梦想。园林这王客家文化馆 TP 办理新的戏剧展，廖义松师生联展，希望大鹏发展是拍韩国度的艺术能量。我在老师那边一开始我也是先学素描，可是老师他给了我更多的是我觉得心灵上的启发，对，所以他鼓励我自己去创作我喜欢的作品。描述现代从下的时代吼，啊，佮最主要佮佮建搭的吼，从进入一种淡漫感，啊，所以定样叫吼，一种忧郁感真好。园林是农业体验，农村居民日做夜歇，过少时间轻松艺术。故说姐姐本人讲是文化沙漠，廖义松希望大鹏画笔来传达艺术理念，做得比文化沙漠加强调的艺术气息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园林报道。